赵丹丹，你的命定之人就是……我知道了。嗯，解一下。道友，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？要不是因为你们琼花门内部出了问题。 我还需要你来给我解签吗？确实是在下管理不善，才导致派虫出现了陆毅这样利用业务四处敛财的判断。好了，突然之间这么一板一眼的跟我道歉，吓我一大跳。也不知道邹曼倩喜欢你什么。解签吧。好。你的签文是。 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这棵露是白露节气的意思，而白露节气是秋天。不会吧？这又是秋又是白，又是月，难道是？这个签文的重点呀，正是这个白字。不会吧？那我以后可怎么面对他？ 我可是他准师傅呀！赵丹丹，你的命定之人就是……我知道了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怎么会是阿秋呢？哎，你说，是不是苏掌门算错了呀？不可能。 掌门的解签法可是修真界最顶级的，没几个修真者比得上。得得得得得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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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知道你喜欢他，不能说他坏话。不是，是他真的就这么优秀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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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嗯，你们家掌门确实优秀，可我怎么办？他可是我徒弟啊，徒弟怎么了？又没有我和他。 那些问题，可是我师兄之前说过，我们清源派不允许不同辈分的人在一起啊。既然是准徒弟，那不拜师不就行了？不是，我跟他之间的关系不是你跟苏掌门之间那种。哎呀！ 难道你心里有别人？嗨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这辈子就母胎没喜欢过。真的吗？真的呀，真的呀。